一道这样的，好酸哦。哇，人才出来了，拜拜。他不想我讲 MC。好，接下来是直播弹幕互动环节，来自口袋48直播弹幕昵称为中泰三级头的粉丝说，据说遇到独角兽会有好运来临，遇到独角兽小家伙就是最好的运气了。来自哔哩哔哩直播弹幕昵称为 tan143 的粉丝说， VG 经常，怎么又是他？对，怎么又是他？每次都是他。我哔哩哔哩是不是只有他了？我上一次说的就是他，我上次说的也是他。tan143 的粉丝说， VG 经常盛装打扮，自然得登上舞台展现自己的18个闪耀瞬间。来自斗鱼直播弹幕昵称为繁华背后1988的粉丝说，胡冰冰的一头卷长发又把我的心卷走了，请好好保存我的心。耶耶耶，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MC 话题，我们的弹幕话题。哇，一，请说出你认为团里最污的人。二，来玩一个正话反说游戏吧，输了的人要抱起本队最重的人。三，粉丝在你们眼里是怎样的存在。四， B50 到了最想哪对 CP 表演什么。那对五，有特殊的收藏癖吗？为什么收藏癖？哎，为什么一到我们就想听四？因为你，因为你在这里。前面那么多他们不选四，前面那么多什么呀？好朋友啊。啊，我们队也有好朋友呀。大家都不想听好朋友，还是朋友吗？娜娜。哦，这没有娜娜。好，来，那个大家想选哪一个呢？我说台上的各位，大家想选哪一个呢？太惨了。哎，没有人，大家不想选吗？大家不想选吗？大家太难了，那就走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出来，那我们接下来是生柱，还没念生柱呢。好，那我们选生柱，还是要选，选一个，选二吗？选二，正话反说是什么？哦，正话反说，这个我会玩。我排员，你最漂亮了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他说不是玩游戏吗？其实我们可以正问反答。什么意思？他说你最漂亮。那我们可以玩当然了。哦，你们那么开干嘛？那惩罚是什么？惩罚是，我们换一个吧，爆了已经上一局玩过了。你都已经把我爆了。嗯，你干嘛？你什么表情啊？问题是人家单手，你为什么？他单手爆手，他会把我压下来的。好，那我们的惩罚是，我们惩罚是单手抱两个人。不要不用抱抱我，我们这一组肯定有点难。好，那个对，我们的惩罚就把什么呢？随机挑选一个幸运观众，把他的眼镜摔碎。没看见今天戴眼镜的观众意外的多，有没有发现？哎，都是假的吗？大家都取下来了，你为什么要你跟人家的眼镜过去？没有，我希望大家都不在。就是真不再想什么近视之苦，对，那就彻底看不清是吗？比较好，你都摔了，人家哪里看得见？那我们的惩罚不如这样吧，就是上一次李珊珊没有完成的背这里一圈。哦，可以吗？还要出去的吗？不出去，不出去好像也进不来哦。对啊，也不是不可以啦，从那里从那里绕一圈可以，也不是不可以啦，绕一圈也可以耶。对，你们喜欢这个惩罚？这样，谁输了，谁的粉丝抱另一人的另一个抱另一个人的粉丝，你是绕一圈，然后我们这一组就没有粉丝了。不，万一是女犯，万一成了呢？万一成了呢？单身的朋友，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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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都没有。说谎的人不是单身吗？一个都没有。说谎的人。韩月，游戏已经开始了。我是仙女，仙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。在玩正话反说吗？我们玩的是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好，我们决
定了哈。好，来开始吧。那但是我觉得我不想站罗可嘉旁边，他会害我。你站在哪里，你都会觉得我都很危险。那你站我旁边吧。好，我不会害你。那我们真的，他这句话就很假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你就输给他。我问一下，这里有谁有生助吗？有。好，就你们俩 PK 吧。啊、来，我们随便玩好不好？我们不重要。好，你们压轴。我。你们今天说生助的粉丝就来决定了命运，好吧？哎，不对，我记错了，生助都不敢要了。坐下，是不是你点了生助？我记错了，是下个月的今天。下个月的。对。才不是11月份。哇，他衣服还是个九九，看来今天注定了，注定了，注定了，注定了。期待一下。你饭多吗？我不多。是，你是买的谁的？是他的吧？对，是吗？他好蠢，粉丝好。你今天的是女饭还是男饭？男饭。啊，好的，好的嘞。可乐，你居然有男饭？哎，等一下，那儿，你是那儿的粉丝吗？你怎么找不到？别扯了，什么？那说不定他不止你一个。哦。哦怎么回事？刚刚那个喊男饭的是哪个女饭？好，那待会儿如果我说的话，你好意思了哦。如果待会儿我说了，就拜托了。好，你们快来决定一下自己的。决定一下。对。你们想跟谁玩？当然了。他们是压轴。对。对，那我们先选一下对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石头布。你们没有他，你们不不不不不。我问不出他，哇！我也不知道怎么问的他。后果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当然了，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石头剪刀布，好不好？你怕绿色吗？什么？你怕绿色吗？当然，只能回答当然。回答当然了。要么就不回答就认输，要么就只能回答当然了。你还要黑白配吗？就刚刚这个问题为基础。当然了。没有听懂哎。不是，他的意思就是。算了，你就跟他一组吧。算了，拉倒，黑吧，黑吧。那么我们来。你怎么这么嫌弃我，徐主任？我觉得来配。你们单挑一个。不行，我们单挑一个人出来。单挑怎么单？就是你们还黑白配。你们单出一个，然后跟他一起。黑白配。好，没有办法，命运的选择。命运的选择。来，你认一认，在场哪些是你的粉丝？嗯，挑一个。这个摸在下眼睛，摸头的，摸摸头，摸头的，摸摸头，我以为摸摸头。请问嘉颖的粉丝在哪里？有女粉到了今天，所以说大家。但是我的也是女饭，你能不能挑个男的？哦，对了，你都是女饭。啊，对。我现场男饭挺多的。他虽然不一定是我的女饭，但是他是个女生。哦，那这么一说，我现场男饭还挺多的。对，而且还都是。我们在相亲吗？可能还都是优质。那罗可嘉，你的应援毛巾，我还有应援毛巾呢。那里有，我已经找到代表了，我已经找到代表了。那里正好有个女范，还挺清秀的，可以。我都说了，我这是个。那怎么回事？我们俩一组吧，我们俩一组是吧？好，准备好。为什么呢？好，你们一组，你是一组，那你找一个男范，你肯定很多男范，快随便找。对啊，你随便找一个。啊，那我的粉丝在吗？安排好了，大家没有粉丝的，哇，超 V 啊，超 V， 超 V 啊，超 V 啊，超 V， 超 V 要单手，我家女粉有福了，可以吗？你愿意吗？可以，哦，点头了。什么？说什么？恭喜你，可以，好，这样决定了，好不好？我看着刚刚call我的一个女生陷入了沉默，合作愉快，你愿意吗？合作愉快，好，我尽力。好，哎，我都不问一下我女粉愿意吗？天哪，没人权。那女粉在哪？什么？你愿意？你愿意？什么？噔噔噔噔，他说我愿意，你愿意，他愿意，都愿意啊，都愿意，那可以尽情的玩了。那个合作愉快啊，合作愉快。从此来就他们输了，你要努力输，不然抱不动。努力输，对。就是我的是女，我等一下就说不要就好，不行，你还是要就意思，是不是？走个流程，来，替我的粉丝找。你现在出坑来不及了，我告诉你，玩锁死。来，你先还是我
方，你们先吗？我们先，你先。好好好，我先吗？我们只能回答放弃或者当然了。好。洛克基亚。嗯。哎，问点什么好的？你是我们这儿最平的。当然啦。罗海月。我不回答，我努力，还没问呢，还没问呢。开始，你说，我努力。罗海月，哎，你才是我们镇最贫的。当然了。罗可嘉，哎，好难赢啊！我该问点什么好呢？你是我们这儿最傻的。当然了，罗海月。我们不用喊名字也可以，都知道。有气势，有势吗？你们俩？罗海月，我不敢答应。你说，你喜欢黄楚英？你劝我为什么往那边的动不起哟、哦？他可以，你可以吗？他可以。那个，你先眼睛扫描一下，大概撑一下多少钟？哇，小伙子脸都红了，看来很满意。很懂吗，佳怡？你愿意吗？他愿意啊，他还有的选，他脸红成这样。当然了，好，到我了。嗯。我要问什么才能让他就回答不上来？我是这种不要脸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讲。在座是不是有你的男朋友？哇，大家玩这么狠的吗？抱他吧，我为了你的幸福。后花园在看吗？关注一下，这位叫罗可嘉，这是美女。好好，你去抱他吧。你想好哦，不然就是千层大厦就起来了哦。我要是想要的，怎么回事你？好，我们意思我拒绝，流程过完了。好，你抱他吧，去吧。放弃了是吗？放弃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达成共识。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我努力的结果。罗可嘉男粉一副小鹿乱撞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惩罚还是待会儿大家一起比谁跑？见证一下，见证一下可还行？乱跑。对，好，我们笑爆，我们直接就。你们想现在还是现在还走不了了，票就现在吧，不然等下跑了怎么办？门已经锁了耶！啊，锁死了。你们想先，哎，你的意见不重要。那个，你想现在开始呢，还是待会儿再来呢？你们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！大家喊的人要小心哦，有可能不要害羞。你想现在还是待会儿？现在。谁给他翻译一下？我没听见。啊，你想跟他？我会最后说的。他说听完徐楚人生柱再抱。哎，你现在就说。加油！徐楚人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等一下，你的是男犯对不对？对。那个，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的话，你选择他还是选择他？只能二选一。二选一，人家以后不敢来看公演了。就如果你选他，就他念完牲畜再报；如果你选他，他就念牲畜前报。那一位比较害羞羞涩，这位比较……那看起来比较帅，豪放。豪放，这是什么形容词？你选吧。不行，这个两位男士会伤心的。我突然有种相亲节目的感觉。在干嘛？你挑吧，挑吧。你在干嘛？对。在干嘛？
罗汉院粉丝好像也很想被抱。去哪里？罗汉院的粉丝跑了，太惨了。来吧，你选吧。你如果做不了决定的话，我们就帮你做决定。点网盘，猛男。猛男啊，捧他那个罗汉院怎么又不想录到这个样子？终于要在中泰看到偶像剧了。那个，你打算先玩还是先说生住？先玩吧。那到时候就存在一个 PK 的问题哦。对，就万一也看得起你的，跑得慢了就男生就不行，就说你粉丝不行。不行啊，我觉得我的应该跑慢了的话就不行。你想一下，你慎重考虑一下，为了你的男饭，你觉得你跑得过他吗？你退出不了，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你没有发现这里你是最没有人权的吗？我们都在问他们。对不起。你想跟他比赛，还是想独享你的甜蜜时刻？啊？比赛。什么？他说比赛。比赛就是你们俩一起抱着，是啥？就是你们一起抱着你们各自的女伴，然后冲看谁跑得快。女伴，是抱女伴呀。伴了，我以为男伴抱男伴呢。不是啊，嗨，你这个人怎么其实我自己奇奇怪怪的？人有头发有多直？那是我给他选女伴吗？不是，你要跟他 PK。你的女他是哎，黄楚瑜的是男的。他听不懂，待会儿让他 PK 就好了。黄楚瑜的神助是男的呀。哦，不对，那他的女那个是谁来着？他是女犯。不不，我要换成男孩子，因为我突然听到底下咋的呢？这怎么就像男的了吗？不是，我听到底下这一群特别有人权的说，没关系，等一下要是那个女孩子抱你呢？我一听不行啊，危险发言。没有啊，我们没有这个选项，我们先玩吧。对，好，那行吧，行，那你就在两位家人稍作等待。家人稍作等待。家人，两位家人。怎么吃哎？来吧，你们俩，他们两个现在确实脸都挺红的。你们俩先来吧，他们两个压轴，是不是心里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期待？什么？激动的想哭了？你那么看不起那位女犯吗？好，来吧，你们先开始，你们先来嘛，中间 PK。我觉得耶稣奇肯定会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做好准备哈，我觉得我会输。哎，你的女犯，我的女犯还愿意吗？你她愿意，她认真看一眼她，没关系，她现在不愿意已经来不及了，来吧。她刚刚已经喊了我愿意了，录播里面是我愿意。你为了她，你一定要赢。那要是你抱她怎么办？所以你一定要赢啊。哎呦，你才当我几天粉丝，我为你付出到这种地步。你先开始吧，你先开始。对，好吧，你先开始。你前凸后翘。当然啦、啊。你们这是夸人的，我讲些实话呀、啊。打算聊到明天早上是不是？那啊，我来了吗？表演劲爆的，学一下罗涵月。好的，就学好的部分就好了。好难问出口。你要赢啊！你要赢。你的体毛是不是特别多？我只手吗？不是，我只……等一下。我为什么和粉丝表情都变了？对不起，茫然。他是怎样看的表情？我的女粉看到了吗？我已经豁出去了，思考人生。我等一下下班要被别人围住，好吓人！现在第一回合就输，当然我头发比你多。好，被你突攻击到。下一轮，到你了。嗯，到谁？到你。我他，你问他，你问他。你是不是特想坐那位置？当然啊，请。你是不是特讨厌坐在那个人？啊，什么？你是不是特别讨厌坐在那假腿那个人？泰哥，你怎么可以？没必要。当然啊，好甜哦。徐楚文说那是徐慧的粉丝。哇，不敢拿着麦说是吗？上次我帮你举荐。他拿起了罗克家音乐毛巾擦眼泪。没关系，我也认识徐楚文粉丝，这没什么。
哼，刚刚说有什么的就是你啊。好，来下一轮，到，你是不是想让你那个粉丝抱我的粉丝？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你是不是特别想让你的粉丝抱我的粉丝？当然了。你是不是特别想你的粉丝吃我粉丝豆腐？我来帮你抓一个。那叶舒淇换这个粉丝，笑得最开心。哎，怎么也走了？哎，你干嘛？粉丝了？你干嘛？睡衣。那个，那换这个吧。然后别我抱吧，又把叶舒淇姻缘色呢？有一会儿叶舒淇的粉丝就，那都走了，都走了。那我换个问题。那我换个问题吧。不行，问都问出来了，不行，早点回来。你在门口蹲得很辛苦吧？认一下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粉丝？没有人愿意，你挑一个吧。现在出来就是独占叶舒淇的时间。你这个发言，叶舒淇粉丝在承认发言，我脚都在抖。哎，我看到好几个叶舒淇粉丝都低着头。我很像你这样子说，让我觉得。既然你抬着头，你吗？谁呀？哎，用你了，不要走。偶像剧，好好的坐着。对，好，等一下，我的女粉陷入了沉思。美女，请问你三位数吗？还是两位数？这样还愿两位数？我家女方肯定从头到下都两位数啊。就直男。啊？这什么？什么？我家体重好过分。没事，我也是女的。你不知道我家女方都是从头到下都两位数吗？从头到下，那加起来就有点，加起来就不止了，我可能四位数都是。不，我是说维度。哇哦，我不确定他是在夸你还是在骂你。好，那个加油。就决定是你。他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？我突然觉得有胜算。可以。你见势不对也开始吵，知道吗？确定就是你放弃了是吗？没有啊，那继续啊。那你敢回答？当然，你要回答的女饭吧。他要女饭吧？啊？哇哦！怎么？叶舒淇，你的女饭麻烦认一下。这下有点难找了。叶舒淇，女饭在哪儿？女生抱女生没什么的。那个躲在毛巾后面用手遮了自己的穿的裙子，那个不是罗涵月，就你了。不是罗涵月粉丝吗？不要躲了好吗？他虽然躲在我毛巾后面，但他是个假的，他是个滴滴，说明他有几个推。哦，是个滴滴，是个一。要不你就将就一下，你不要。什么？你有指定人选吗？你还指定人选吗？你指一个罗涵月粉丝吗？等一下，你指定的话就得你报喽。对啊，你报，你怎么能这样子？我为你连，我为太好，你看他都为你得罪了叶舒淇，你，唉，果然刚放几天都是没有什么重主心的，难过了。不用难过，报完这一个他就坚定不移了。来，报都报了，还不能出坑。报完就亏了，你这不是不行啊，得让叶舒淇的粉丝有一点参与感。我们先继续吧，继续嘛，对，好，继续吧。那就变成了三个人赛跑，可以吧？三个人，三组啊，三组，一二三，还有一组，还有一组，来吧，哎，所以你才是叶舒淇输了吗？所以你还没问，你还没说，然后他说，哎，回来了，哎。没有啊，旁边的人看着他，不要跑。正主回来了，就锁住。你还没说，当然来不及了，他回来了，快说当然啦，快说。哎，你问了什么？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的粉丝吃我粉丝豆腐？当然啦。人家
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脸都红了，哥哥。好，冲啊！你继续问。我觉得你得赢。我觉得人生赢家是真的。当然啦。我觉得太惨了，罗可嘉。人生赢家是什么？你怎么回事你？你不行啊！你不行啊！没关系，你输了你就知道了，来吧。让我想一想。其实你今天戴的是假发上台。当然啦，好没攻击力哦。下一次来个狠的，来你继续。来个狠的，憋了大招。你是我们这最胖的。当然啦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你的粉丝全都脱掉上衣？他怎么了？怎么？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这样。我问你，你不能说好多啊。冷的，他们都穿了外套。天啊！不是，你不能仗着没有女犯站出来，你就说这样的话。万一就有，比如说刚刚那个，快说，低头玩手机那个。当然啦。哦。别急。大家都这么勇于承认的吗？叶诗琪，我冲啊！我心跳的好快。你是不是希望你的粉丝都出坑？当然啦。回来的好下场了。好，我想到。你的偶像越来越奇怪了。来，让我来。拉回来，拦着我。为了赢，已经不择手段了。我要不择手段了。你是不是希望你的粉丝在明年总选全把所有积蓄投给我？你认输吧，叶诗琪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人要学会低头哈腰。低头，低头，低头。好，你赢了。好，恭喜，恭喜你，喜结良缘。陈佳怡感觉自己亏了，恭喜你。我感觉我好亏啊。可以可以，你赢了，不错。你啊，配，因为会派两个壮汉去保护一下这个女孩子哈。乱搞，为什么？这里已经有一个壮汉保护了。现在有两队了，压轴快来了，压轴快来了，压轴快来了。你们这一队就比较厉害了，就我干嘛？今天的闪耀主角，你那边脸好看点是吗？哎，对，往那一站真的是。先问吧，来吧。徐楚文，你是男的？当然了。终于在这一天揭晓了谜底和答案。I hate you, ha ha. Yeah. Yeah. 我就不应该替你说。难怪你跳街里。黄楚英。你敢答应吗？呸！罗涵月，你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讨厌队长这职务？当然啦。哇哇，没那个他觊觎很久了。不，我觊觎你的位置很久了。我觊觎他的位置很久了。我不一样，真的，你的人很久了。黄锤，孔仇烟，真的，他真的。来，正对，不然你队长会给他，然后人跟我走吧。不然他老惦记着你，那我可不敢放手。这张加工资谁不想当呢？你看你看看，他觊觎我的位置很久了。那我也只想当副队，不像你想当正队。人要有抱负。他想当总，告诉你一个不争的事实，我没有加工资，还扣工资了。我来，到我了吗？他刚一直说，到你了，到你问他了。他到你了，我问完了呀。当然了，是吧？我问他，那他当然了。问不出来了。等一下，他刚刚说他很讨厌，现在又说觊觎我的位置，这种就算输了啊，自相矛盾了，对吧？他又说讨厌这个，又觊觎，他讨厌他的副队，但是觊觎没有，他问的是队长。你当不当然？当不当都说不说？等我捋一下，捋一下他们的思路。你好笨啊！你真的好娘啊！你好笨啊！你好笨、啊！你说，你还说你是男的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不是不想当队长？我说啊，黄锤，说，给我说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他觊觎我的位置很久了。看到没有？他觊觎我的位置很久了。看到没有？他觊觎我的位置很久。我是啊，敢不敢说？当然了，敢说当然了。今天他就上任。哇，谢谢谢谢大家。没事，这就是一个游戏而已。你戳破我的梦，要当真，当然，我们要拿出真心来玩，当然了，知道吗？我们要拿出真心来玩，当然了。好，快问，快问，我说一个，你没有机会了，到你了。你是不是特别讨厌 W 许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的男伴是哪个来着？王九，加油！
来，你是冲啊，你是男犯还是女犯？他是男犯。都是男犯，都是男。那没关系了，就现在只能比重量了。再问一遍，你我你你你怎么话都说不清楚了？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了？你有机会，其实再换一个问题。就是现在，现在你的抉到了一个艰难的抉择的时刻，到底是要为了爱情，还是要为了实业？对，选择一下。这不是个游戏吗？玩这么还是面包？它好难哦。就对不起。有时候宁愿相信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好，来吧，我们那个好了好了，我们结果都出来了，辛苦各位了，来辛苦各位了，各位来，蓄势待发，都准备奔跑了是吗？哇，他已经做好冲刺了，大家都已经来吧，哈哈，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好吗？对，我们是非常真诚的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了快乐，也请你们真诚的就是来吧，请来吧，我们速战速决。说你们想听完深处再上刑场，他们可能想击掌的时候抱着出去吗？哇，不要吧，大家有没有家事啊？在座这样外面路过的，都有家事的吧？外面路过的路人会不会以为这想着还领媳妇儿？这多不好，进来看公演还能领媳妇，联姻大会要是搞到有家室的该怎么办哦？不会不会，怎么可能？他们，他抬起了头，完了，那个来吧，你女儿会建议结婚了？大家哦，你女儿不建议啊？你就坐在第一排，你要作为表率，来起来去去吧，你抱得起哦。傅冰冰不在场，对啊，对，没有他。后面的哥小哥哥眼巴巴的望着你呢。你可以抱他，没有人愿意抱女犯吗？天哪，好惨！那先抱你隔壁翘脚的那个吧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你早就应该人家是女犯吧？对呀、啊，来吧来吧，大家积极主动一点好不好？哎，有旁边笑得幸灾乐祸的，一会儿给你安排一个。没有，来吗？没有人想当这个出头鸟吗？那我替我的粉丝把罗涵月抱了吧。啊，不不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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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那个那叶舒淇替粉丝把我抱了。那个真的大家不愿意吗？对呀、啊、一开始不是说好了 吗？就哎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大家要不难度降低吧。怎么降低？握个手。哪里难了？这到底哪里难了？我们台上都能抱，你们台下居然不能抱。那一起散个步吧。啊？什么散个步吗？要不背着对方坐，散步更暧昧好吗？你们是不是哎呦，牵手了，成功牵手。哇，是个孩子，不要这样子。我觉得人家中间的多难受，单身狗。你不把他牵上一块吗？哎哎，可以，其实不用碰对方。然后开始远征，不用碰对方。对，他们就是给对方说，哇，我爱你。不太好吧？这个拍给你，他一口答应行哎。现在破话，是你给。现在的，别吧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我脚软。当代的爱情不可信。那个我们不如简单一点吧，对吧？简单一点，简单一点，就简单点。我觉得简单就是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们不绕一圈了，好不好？从那头走到这头。哇，干嘛？你露出了丝丝的声音，不觉得？我们要为了大家能接下来欣赏精彩的节目，火速报。对，如果不然这样子，不然等一下赶不上地铁了，你们就要负责出车钱回。啊、要十一点了。没事，我没有出发，你们呢？要负责出。眼巴巴看着我干嘛？送别人的粉。他在旁边有房。啊！哇！哇！哇！鼓掌！冲啊！你们要想好谁？哎，你们两个谁给你的勇气？
你们要决定好谁背。我的粉丝。一二，走你。做正确的事，让别人说去吧。一切为了罗可家。哇，天哪，好甜啊！谢谢谢谢谢谢你。好，刚那边有个米饭说我呢。啊？别说钱，别说钱，来吧，真的是太幸福了。是啊，是一件比讲生柱还幸福的事情。那位粉丝，你都没有背人，你生柱啊？好，生柱了，生柱了。他的脸红得像那个柱子一样。你去哪儿了？没有，刚刚这边动了。背完有一种喝麻了的感觉，脸都红了。来吧，太紧张，谁先呢？他害羞了。哎，天哪，我都看害羞了。要不你们俩就一起啊？对吧？舔一点，我跟他舔一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好，虽然本来也很甜，今天要格外的甜，在这样甜蜜的，就是氛围。大乔出来教学，大乔上。ID 为忘包好好吃饭的 B C R A Y V Z E， 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吗？加油加油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徐主任快讲完了。没有，没讲完。然后呢，你的 ID 这个呢有点难实现，但是呢我会好好吃饭的。然后甜一点，我会好好吃饭的。然后呢，你回去的话就是考试好好加油，希望你早点考完，然后呢就可以早点来看我啦。然后快乐。感情方面呢，你加油加油，生日快乐。耶，你学到了吗？你学到了吗？我不用学啊。哇哇，你准备好了。对，那位 ID 名为 Aki L 下划线 X 的朋友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吧，这个好记。
来，啊、祝福一复述一遍。看来讲一遍，粉丝的嘴骗人的鬼。刚刚说记住了，重复一遍，忘了，忘了。来来吧，对，虽然他忘了你，但是我不会忘了你。然后祝你生日快乐！你曾经发私密翻牌跟我说，我、就是、这个不太，不是你觉得我特别好看，但是我觉得你的一颦一笑都特别拨动我的心弦。你在玩？就是我在玩法号吗？我只是见很少的男孩子会笑得这么好看、羞涩。对，然后谢谢你支持我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！耶！接下来是不是该来精彩的公演曲了？我都不想跳公演了，好甜啊！哎呀，失了精。好，那没有办法，无奈的让大家继续欣赏我们精彩的公演曲。耶、yeah. yeah. ！